样的。我来看别人的家，小品，好漂亮哦！你看那个水印在那个船上的样子，好漂亮。有一艘帆船回来的，看得到吗？看那个波光粼粼。突然发现这个桥是连接两栋地方，这个是一个大社区，人家的社区有河，人家的社区有桥。我被推坑了，被他推坑。我刚刚先买了一杯，之后呢，喝了一口，我真的觉得太好喝了，所以我们又来买其他的口味。而且呢，这间都要排半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刚好现在没有人，所以就来买第二杯。得到果肉哦，不推。